了，应该没有事了。小宝，小宝，你没事吧？小宝，小宝，要不我们先扶他起来吧？来。小心点，小心。小宝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啊，我想想。你还要想啊，琪琪，他不会失忆了吧？没关窗帘啊。周六，卫生日。哎，电视开着，人跑哪儿去了？这是什么？怎么又乱丢啊？哎，哎，买了这么多游戏啊，硬核玩家呀！买了这个做代驾，单子越来越少，估计也回不了本了吧。天天吃泡面，回头打折多买点。两个人都不做饭，这锅有点浪费了呀。没见他做过饭呢，买了挺两毛的。合同乱丢，哎，时间过得好快啊，都合作这么久了。这是买了车了？看来这两天又去试镜了，不知道有没有试上。那可是我新买的游戏。买这么多游戏，你玩得过来吗？当然啦，我又不像你，买了这么多都不玩。那你陪我玩。想让美女陪你玩，想得美嘞。的确美。算你会说话，
你去帮我泡杯咖啡，我可以考虑看看。咖啡，算你识相。等等，给你特别奖励。啊？什么奖励啊？秘密。走，跟我走。走吧。啦啦啦啦啦，江江。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？嗯，这。这是给你的特殊奖励呀。先生你好，我们这是沉浸式互动解谜恐怖类主题密室， NPC 呢均由真人扮演，十分的专业，体验感绝对拉满。那还是鬼屋吗？是这样，我们今天呢有优惠活动，如果是情侣顾客会有折扣，请问二位是情侣吗？啊，是的，她是我女朋友。我靠，这么恐怖啊！为什么要派单人任务给我呀？我怎么知道道具在哪儿啊？我靠，这么刺激的吗？这位官人，可否愿意解开我的诅咒？妾身愿意以身相许。啊！我靠，这个，不会就是通关道具吧？小宝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谁？于思涵啊，我记得我在密室晕倒了。对啊，你被吓晕了，还有这位拼车的小姐姐跟你做人工呼吸。啊？人工呼吸？身为医生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呢？感觉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今天晚上还有值夜班，我先走了。谢谢啊，有空请你吃饭。你有钱请人家吃饭吗你？走吧。哎，这位顾客，哎，稍等一下。先生您消消气啊，我已经狠狠地教训过他了，本店的服务宗旨呢是安全至上，绝不允许伤害顾客，这属于员工的违规操作，是他的个人行为，与本店无关。本来就跟我无关，是他自己胆子太小了。卢小月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再不给顾客道歉，明天你就不用来了。
哎，这说明他很敬业啊，演技好。你们不给他奖金就算了，这怎么还罚的呀？先生，您真是通情达理啊。既然顾客给你求情了，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，还不赶紧谢谢人家。谢谢。谢谢你啊，多亏你的帮忙。嗨，本来也不关你的事儿，我最讨厌甩锅的领导。哎，他们不会真的开除你吧？我可以投诉。放心吧，开除我去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兼职？对了，为了表示感谢，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那个我们已经约好要一起吃饭了。正好啊，人都热闹，一起呗。算了，他继续吃。哎，你这朋友还挺有个性的。但没关系，现在就剩咱们俩了，我换个衣服马上，你等我啊。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哎，豪车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上这样豪车呀。Hello。啊？看什么呢？哎，是你。哇，你好漂亮啊！不然你以为我很丑吗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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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车吧。这是你的车？老板的，我拖回来了。谁要开除我，就把车给卖了。小月，坐我车。老板了，哎呦，啊！让你开车，本小姐。我们开开，陆小月。这个车就当欠我的工资吧，开。我把门开开。拜拜。把车还我，陆小月。干什么？陆小月，陆小月，我把门开开，陆小月。被人追求是一种等待，是一种被选择的结果。我不喜欢被动等待。爱情就像猎物跟猎手，我更喜欢做猎手。如果遇到我喜欢的男孩子，我一定会主动出击的。是吗？这冷啊，就不应该省钱走回来。自己一个人啊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干嘛？你别动手动脚了，我警告你啊！我不想跟你玩会儿吗？谁想跟你玩啊？穿这么少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暖和暖和。过来，走过来，走开，走开，守定吧。着什么急呀？没啥。哎呀，看我用砖头拍你。一会儿好不好啊？小宝，亲爱的，你来救我了，快拿砖拍他。你呀，想拿砖拍我是吗？啊？不是，桂子涵，你大气报复我！小宝，别跑呀！小宝，真的啊，你没事吧？就是报复你，谁叫你我把你当兄弟，结果嘞，跟着美女去吃饭，看你下菜敢不敢？哎呀，分情况啊，分情况嘛。别动，疼！哎呦啊！
桂三，你是不是应该交个男朋友了？要你管，我可是女明星呢，而且马上掉红了，怎么可以交男朋友呢？也是啊。再说不是说好一起单身吗？如果30岁你未娶我未嫁，咱俩就凑合凑合呗。好像是有这样的约定啊。小宝，嗯，今天谢谢你啊。嗨，不客气，我脸皮可硬了，他绝对受骨折。我看啊，你是嘴硬吧？轻点疼！哎呦，哎呦，别闹！轻点，轻点！哎呦，去，好疼啊！进来。小宝，这是早餐。这贩卖也算特制啊？你很机车哎，到底吃不吃啊？要要。那我喂你吃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到处都是，再一口。好吃吗？还要吗？要。啊。哎，
到这的？我为什么不能知道？你来干嘛？我不找你。我操！你受伤了，怎么样？严重吗？给我看看。别碰它，碰坏了你负责啊。负责就负责。你说，要我负责吗？嗨，那什么，那个，咱们先喝点水，然后坐下慢慢聊，慢慢聊啊。哎呀，啊，怎么就一瓶了？谁喝呢？哎，我给大家做个不一样的。当当当，特调七杯茶。你还挺会雨露均沾啊，谢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好在我伤的也不重。没想到你还挺爷们儿的。英雄救美啊，可气神儿给跑了，要是我在，我看谁敢动你根手指头。不用不用，你呀，就是缺乏锻炼，太虚了，男人在这个时代没点自保的能力可不行。这话说的倒是不错，他宅的要死。你还好意思说我。总而言之，你要从现在开始做出改变。我想了一个好办法，跟我走。听我的，跟我走。小宝，太棒了，你今天晚上就可以来上班，我给你最高的日结工资。真的？那谢老板了。哦，但我之前说好了，我不一定每晚都能来。你来一天就结一天，绝不含糊。卢小姐，你是科班出身吧？哦，学过几年，你叫我小月就行。那好，小月，我们今晚见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样？评价一下吧。跳的是很棒，可你不是说带我来锻炼加强自保能力吗？跳舞不是锻炼吗？以后我上班你就陪着我，然后咱们一起跳。倒也是个办法，以后遇到危险我就跳舞迷死对方。
你就是胡说八道。走吧，本小姐饿了，请你吃大餐去。小宝。啊？你进来。怎么了？你进来一下。啊？想什么呢？我这衣服好像卡住了，你过来帮我看看呗。啊。你帮我看看，头发是不是卡进去了？好像是卡住了，那你去帮我弄一下吧。啊，有些头发夹住了，我得把它清理出来。哦，那你好好弄吧。好。疼？是痒。那我不弄了。不行。那我再轻点。你给我好好说话，实在不行就扯断，反正我头发多。要不我用牙咬吧。等会儿。小宝，你去找把剪刀好不好？娜娜，小宝哥哥，小宝哥哥，恭喜你啊，要去大城市读书了。娜娜也要加油，两年后我们考到同一城市去。你怎么了，小宝哥哥？这封信你收好。等我18岁生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过，然后一起拆开这封信，好不好？嗯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放暑假，我租房被人骗了，合租的人把我赶了出来。你在这儿等多久了？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啊？手机丢了。按照你之前留给我的地址找到这里，小宝哥哥。怎么了？你能不能收留我住一晚？我明天就去找房子。哎呀，住几天都行，快进来吧，外面太冷了。那我来吧。思涵，我们回来了。床塌了！我去啊，你现在是多重啊？早知道不该买便宜货。你是谁？啊，这是我老家的妹妹。妹妹啊，长得真可爱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少娜。啊，你叫她娜娜就行。娜娜，你叫她桂姨。是。吃橘子，来吃嘛啊！娜娜，你长得真好看，我们去拍照，姐姐给你拍很多好看的照片。走了，不要理他。不行，我们合租合同上不是说好了，不准带异性回家？可你刚刚还叫妹妹呢。妹妹更不行。哎呀，情况我都说得很清楚了。再说了，这么晚了，你人要去哪儿啊？
但现在就剩下你房间一张床和客厅这一张沙发，你说怎么睡？你是把自己的床压成渣了吗？不管了，你说怎么睡啊？娜娜和你睡屋里，我睡沙发。你这还算是个人说的话。娜娜，走，我们去拿东西给你小宝哥哥铺床。哎呀，我呀，还是道德底线太高，在这个社会上很难立足啊。身体真好，困死了，睡觉。所以，就开始了我们三个人的同居生活。子涵，哎，娜娜，哎，好甜，嗯，好漂亮啊，哥哥，不客气。哥哥，先喝汤。嗯。子涵，出来吃饭了。我在下衣橱，马上出来。哎，娜娜，今天是什么特殊日子啊？我的身份证办下来了，毕业证还要等几天。我想着到时候搬家匆匆忙忙的，就想今天先给你和思涵姐姐先做一顿，感谢你们。你怎么说着说着眼睛又红了？娜娜，其实你也不用着急搬，把重心放在工作上比较重要。我办身份证的事情被爸妈知道了，说要来看我，他们脾气不太好，你也舍不得花钱，我先租个单间，到时候挤挤就可以了。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啊？你弟今年多大了？16，要快17了。这么大了，你们四个还住一起吗？他不念书的吗？初中毕业就没念了，说是要出来打工，这次也是趁机出来看看。我没跟家里人说，他们都以为我在这挺好的。早知道我就不把旧手机送给娜娜了，惹出了这么多事来。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这事根本就不怪你。我看你这么尽心，我也想尽点力呢。哎呀，你就是心疼他吧？鬼才心疼他呢！我们打赌，谁在说话，谁就是小狗。
我说了，娜娜她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可能不了解，有些地方啊，重男轻女比较严重，好吃的东西都先给男性，甚至女人们都没资格上桌，只能在厨房里吃。是吗？但我看他平常不这样的。可能今天比较正式。难怪，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有这么回事。平时他都小心翼翼的，还有些自卑和讨好呢。所以，你该明白我为什么要收留他了吧？他是把我们当恩人和亲人了，我也只是把他当妹妹啊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你玩养成呢。当然是了，但他好像不这么想哎。关键是我怎么想，还有你怎么想。那好，以后我也把她当亲妹妹，好好对她。小宝，小宝，你醒啦！我有个很重要的事，你陪我去一趟好不好？小宝，你昨天不是答应我了，今天要陪我出去一趟？小宝，这件事真的很重要，很需要你，你跟我走吧。小宝，你不会忘记我们的约定吧？我怎么可能做这种要命的选择？幸好还有娜娜替我挡枪。娜娜，我记得你不会做狮子头吧？要不今天就做这个菜，我来教你。嗯，小宝哥哥，可是今晚爸妈就来了，你不是还是要帮我搬家吗？嗯，娜娜，咱就不能改天去搬吗？小宝，跟我走吧。小宝。小宝，跟我走吧。不是约好了6点见吗？现在都5:59了，怎么还不来啊？是不是把他得罪了？一会儿来了给他道个歉吧。啊？怎么了？想家了？有一点。小宝，你知道为什么那天你带娜娜回来的时候我不高兴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失去了安全感。安全感？你还记得当初我们一起合租时约法三章的时候吗？哎，啊，你就是300壮士？你就是带头大哥？是我。虽然我们晚上都聊得差不多了，但我们还是当面对一下合同吧。这个是我花一个礼拜时间做的合约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麻烦你签字。啊？这么厚啊？我们一条一条对吧？不用这么麻烦吧。那你去找别人做好了。哎哎哎，
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开始吧。来，第一条，不许进我的房间，进我的房间要先敲门，不然就电话联络。好的。第二条，不许带异性回家过夜。哎，如果我交到女朋友怎么办啊？你交得到女朋友吗？不是，你在侮辱我呀。那你就搬出去住吧，我可不想当电灯泡。好吧，好吧。第三条，记得每天都要洗澡，可不想闻到一些臭酸味。第5846条，所有的合同我都有最终解释权。嗯嗯，好了。那没有问题的话，麻烦你自己签个字吧。啊。啊。我们合作愉快。啊，合作愉快。我们都是外漂来到这个城市，举目无亲，却又想立足在这里。跟你合租的这段期间，有你照顾我，陪伴我，迁就我，所以我就把那当成自己家了。可是突然有一个陌生人闯进来的时候，小宝，我害怕了。我明白了，对不起啊，思华，是我平时太大条了。没事。哎，你刚刚的打扮好不同啊，是西装吗？那个是我自己，在下榻的时候，不管开心还是不开心，我就会骑车出去。其实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赛车手，想要环游世界。真的吗？那以后环游世界的时候记得带上我。好啊，但你要负责油钱。你好小气啊。那我们今晚就睡这儿吗？对啊，帐篷我都准备好了。可是让别人知道我们夜不归宿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我就是故意的呀，怎么样？但是帐篷你一个我一个，你别动你那个肮脏的歪脑筋了。我是那样人吗？是啊，反正有事请敲门，我微信联络。我到底该不该跟进去呢？小宝，你在吗？怎么了，思涵？我问你哦，今天的我和以前的我，哪个好看呢？今天的，不，都好看。那你还想不想看其他的呀？想，我当然想。那以后我去试戏之后都换给你看好不好？
好。晚安。晚安，思涵。一觉睡到这个时候了，幸亏同学会是晚上，来得及。哎，他俩还没起吗？也睡过头了？哎，谁啊？卢小月，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正式啊？又有面试吗？我今天有事儿，不能陪你。我是来江湖救急的。啥？我也是来江湖救急的。对，小宝哥哥，我们都愿意帮你。不是，到底发生了啥？你不是同学聚会，需要家属吗？哎呀，我给别人点赞，一般就是一月的意思。说是这么说，其实也不是什么硬性规定了，我一个人去没关系。哎呀，少废话，我都说了，以后你是我的人，我罩你，怎么可能让你自己出去丢人啊？对吧？对呀。而且如果你的同学都带家属了，就你没有，多不好意思啊。小宝哥哥，五姑娘是谁啊？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？谢谢你们的好意啊，真的没有。不行不行，乖乖小宝，你看情侣装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小宝，
我也准备好了，在房里呢，你去试试合不合身。我没买，不过我准备了红绳手链，是我亲手编的。就这，小宝听话，跟姐姐走，绝对靠谱。小宝，走，我们去试试合不合身。娜娜，别怕，你这么可爱，他们只有羡慕的份儿。嗯。哎，才来啊！快点，进。哎，小宝。嗨，好久不见。这位是马克，这是我女朋友娜娜。你好。没想到你已经找到女朋友了，还这么漂亮，这几年过得怎么样？啊，还行吧。儿子，哎，你小子瞒得够紧的，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还给我装单身。嫂子好。你好。这是老冯，我跟你提过，我儿子。嫂子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俩顶多呀互为儿子。行行，走吧，喝酒去吧。走走。哎。走吧。这是，哎，先给嫂子买上再说。嫂子，能喝酒吧？嫂子不会没成年的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是那种禽兽吗？他大学刚毕业。娜娜，你不用管他，你要喝可乐还是橙汁？都可以的。嚯，我儿子都会心疼人了，老怀大胃呀、啊！滚蛋！跟你说，小宝，那说今天高兴，那我也高兴，高兴，为啥？你今天有女朋友了？哎呀，虽然我还单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对吧？不聊这个，不聊这个。你以前也是帅哥呀？帅什么哥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看，同学，过来，你看，你看。那个谁以前不追过你吗？咋都不承认呢？是不是兄弟？是不是兄弟？是是。今天干了，干了。我今天酒管够。好，喝。人怎么还没到啊？你们是都有家属了，我们这些单身狗还眼巴巴的等着被拯救呢。来了来了，肯定是装饰。来了来了啊，女神来了。Hello Hello， 不好意思啊各位，工作耽误
差你了，快来吧。快坐 ，C 位 ，C 位，来，来吧，同学们，这回我们人齐了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共同举杯，庆祝我们的友谊。来吧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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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。他们还是跟上学的时候一模一样。是那么好看。高尔基，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奠基人。小宝，小宝，啊，你这女朋友比你小这么多，怎么找的？你说呀。他被黑中介坑了，无家可归，流浪街头。十分可怜，我于心不忍，所以我就把他捡回家了。禽兽不如啊你！小宝，过来一下。哦，哎，你俩怎么还说悄悄话呢？是要一起手拉手上厕所吗？哎呀，滚蛋！啊，神神秘秘的。哎，小宝，拜托你的事儿，我喜欢诗音很多年了，我打算今天跟他表白，你帮我放音乐呗。原来他也喜欢女神。老同学，拜托了。看他的样子是真心的，他和女神都是成功人士，总比我般配。好吧，谢谢啊。送我歌单 ，ID Mark True Love， 选手风格合适就行。拜托了。哎，大家安静一下，听我讲两句。感谢大家赏光啊！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呢，有三个目的：第一，大家老同学多年不见，聚一聚；第二，祝贺我们的班长。学霸女神庄世勇同学调任到这个城市，荣升分公司副总。大家知道，我司和世勇他们公司多年保持了业务关系，本人和世勇也有过多次合作，今后世勇将独当一面，我相信我们的合作将更加愉快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一直喜欢着世勇。今天就请各位老同学见证，
我真心的告白。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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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怎么回事？手滑了，手滑了。诗颖，你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女神。在商业上，我们曾经携手拼搏。我希望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，我们也可以携手，共度一生。克，你看不出来现在庄诗颖很尴尬吗？马克，你先站起来吧。谢谢你对我的心意，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这些年你跟我表白了很多次，你对我生活还有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我今天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前，我最后告诉你一次，请你停止这样的行为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为什么？我哪里不好？你说出来，我改啊。你知道我为了变得和你一样优秀，这些年我有多努力吗？马克，他态度很明确，他不愿意。别再骚扰他了，这是我和他的私事，你凭什么横插一脚啊？你喜欢管闲事是吧？哎，把这杯酒干了，咱俩今天非躺下一个不可。够了，幼稚。哎，诗颖，小宝，今天谢谢你啊！同学会闹成这样，你帮忙跟同学们说声抱歉吧。哎呀，不是你的错，我都没想到马克会变成这样。小宝哥哥，你送张姐姐回家吧，免得坏人跟过来，不安全。那你弟弟还没收车，赶得上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小宝。那马克不会做什么的，你送你女朋友吧。其实这是有原因的。其实我没有女朋友。那是我老家的妹妹，听说我同学会要带家属，怕被同学笑话才跟来的。啊，这样呀。哎，对了，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家。公司有自己的住处，离这不远。那我们走吧，就当散步了。怎么样呀？挺好的。你怎么做楼管呀？我记得你以前学的不是物业管理专业呀。这年头专业对口的工作不好找，我干过很多行呢，都不是本专业。其实物业管理也是很有发展的。哎呀，我就是个临时工，主要图房租免费，又不用坐班，
楼里谁有事儿，去一趟就行了。小宝，我觉得工作起点低并不重要，重要的发展，我觉得只要做好规划就。小宝，老同学刚见面我就这样，怪不得大家说我很无趣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我也老大不小了，是该好好规划一下未来了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啊？还没想好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大公司哪是那么好进的呀？以前我也给几家大公司投过简历，都没回应，什么巨婴啊、启慧、鹏程。鹏程？那个策展公司？是啊。哎呀，估计我的简历人家压根没看，直接扔垃圾桶了吧。石头，没事儿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你帮我看着吗？感觉像是回到了上学的时候呀。Account。ACCOUNT， 计数。Address。ADDRESS 地址。Adequate。ADE。等一下啊。ADE。再给你。想不起来了。再给你三秒钟，快想。小心，后面有石头。又揍我！班长，班长。这家人也太粗心了，怎么连门也不关。你好，我是这里的楼管，是您家有需要吗？这是骷髅衣裳啊。哎呦，医生小姐姐，是你？嗨，原来你也住这个小区啊。我家水管坏了，我叫了楼管，你怎么来了？嗨，我就是楼管。我这反射弧，你帮我看看。行，那咱们先去看看水管吧。这里，你说自己修，就是这样修的啊？是啊，我刚刚已经包扎过了，可是这个伤口又崩开了，喷了我一脸。好，那我来修吧。赶快出去吧，都失身了。修好了。你这么快就修好了？喝杯热牛奶暖暖身子吧。啊，谢谢啊。都怪我把你也弄湿了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擦擦嘴。不用不用不用，
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好吧。今天实在是太谢谢你了，没有你的话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嗨，说什么谢呀？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呀。哎，不过我们既然在同一个小区，我说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你呢，太有缘分了。我也没想到你是我们的社区医生啊，那以后要是个头疼脑热的还要多麻烦你了。好呀，没问题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你一定会健健康康的。那我先走了，以后有事儿尽管找我。哦对了，回家记得关门，女孩子安全最重要。嗯，我一定记住。好啦，体温正常了，应该没有事了。病人，说我吗？我没病啊。上床。不是，我真的没病。有病没病要听听才知道吗？心跳越来越快了，让我为你治疗好不好？你选哪一个呢？我选 T 了。不要后悔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他也准备好了。什么 啊？是你？哎，到底谁像鬼啊？刚才是不是你打我？是啊，我去上厕所，听你在这边哼哼唧唧的，还说什么梦话啊？不要，不要的！我叫了你几声，你也没回我，就叫我把你打醒了。哦，那我还真是谢谢你了。不客气哦。做完梦啦，梦见什么了？不告诉你。那过几天你生日了，你打算怎么庆祝啊？不急，慢慢想吧。哎呀，你快回去睡美容觉。你自己过吧。又是一年新的生日，还是我自己一个人过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祝我自己生日快乐。亲爱的小宝，
祝你生日快乐。你的善良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愿这完全属于你的一天带给你快乐。愿未来的日子锦上添花。小宝，愿你是能披荆斩棘的大英雄，也是能被人疼爱的小朋友。生日快乐。小宝 Happy Birthday， 祝岁月长安，本事从欢，风生水起，万事从愿。生日快乐，祝你一生明朗，无惧岁月冗长，前进的路上温柔闪光。小宝，我们一起过生日。谢谢小宝，生日快乐。我给你准备了个礼物，不过呢我们要玩个游戏，如果我输了我就给你戴上，如果你输了你要给我个礼物。小宝哥哥，我也想玩。算我一个，我最喜欢打赌了，而且我也准备好礼物了。我不太会玩游戏，我只会抽王八。哦，怎么样，敢不敢？那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吧。可以啊，来吧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Yes。 给你看吧，是什么？是当众跳一段艳舞。你敢吗？我敢吗？可笑，这才奖励我吧。来吧。来就来，石头剪刀布。 Yes。 怎么回事啊？是什么？当众向异性跪下表白。小宝哥哥，到我了，我会出石头。真的？那我出布了。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，那我选真心话吧。你的初吻是谁？是我妈。哦，我的初吻是我们家小狗，你过关了。小姑娘也太好骗了吧。娜娜，我们接着来。不来了，不好玩，我还是看你们玩吧。到我了，但我要换个游戏。
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游戏规则我来定，怎么到你就有新花样了？这游戏你肯定喜欢，要不要先听听？好吧。那就玩这个吧。那就劳驾各位，跟我进房吧。随机选一张，猜吧。这是欧小月的。我输了，按照规则要亲你一下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，输了。好吧，我选真心话。说出你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一个身体部位。鼻子，又大又挺。你的鼻子啊，确实很大，鼻翼宽大肥厚，就是睡觉啊容易打鼾。何医生，我不是在看病啊。哦，那最不满意的部位呢？哎呀，鼻子呗。要不给你开点药？小宝，要不我们还是玩抽王八吧。你们都尴尬了吧？走啦，我们一起去放烟花。放烟花？走吧。我还没见过烟花。走吧，小宝。走吧，走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好看吗？谢谢你的礼物。其实我们上次去露营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有烟花，那就完美了。那你许愿了吗？许了。你呢？我也许了。谢谢你放心。快来吃放烟花。小宝，你帮我点吧。先来后到。点我的。小宝哥哥，能不能先点我的？能不能先点我啊？在做什么？许愿啊。刚才烟花你不许愿，对着仙女棒许愿。我就是在许烟花的愿啊，刚刚没想好。你这反射弧。那仙女棒的愿明天能想好吗？哎，你讨厌。哎呀，我刚刚许的什么愿来着，刚说到一半。傻瓜。干嘛？你太可爱了，忍不住就想欺负你。那你以后捏的时候能不能轻点啊？哎，明
天再收拾吧，太累了。我投简历是好几年前了呀，诈骗吧？哎，算了，也没什么损失，先看看再说吧。专门吩咐他一会儿回来亲自面试。庄总，您是否了解本公司呢？我先向您介绍一下本公司的企业文化。小林，接下来我来面试吧，你先去忙。好的，庄总。庄总，庄世阳。小宝，好久不见。你的面试通知是我发的，5分钟之后结束面试，3天后入职。庄总，那我们现在还要面试吗？私下场合，你可以叫我适应。我们随便聊聊吧。你高考成绩不差，怎么选了这个学校？哎呀，想着离家远点，没人管。毕业后入职过科技公司，然后一直做兼职工作。为什么？哎，年轻气盛呗，觉得单干比较合适。你上一家公司说你的产假超期一个月，你结婚了？当然没有结婚，当时加班太多受不了了，就换着花样请假。你可以申请劳务仲裁，你放心，我们公司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以后呢，你主要负责网络运维，其余时间跟着我学习就好了。那太好了。
5000块，上车吗？不是，我是来找人的。物业经理上午过来，说老总要见我。上车来看。哦。请问你是？叫我 Lisa 吧，我是老板的秘书，他刚巧有事，你跟我谈也是一样。我是这个小区的楼管，兼职的。我想跟您提交离职。干得不开心？不是。人少。哎呀，不是，是没机会转正。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？啊，我同意你的离职，另外还要给你一份更好的工作，保证让你的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Lisa，请你不要把对老板那套用在我身上。另外，我有新工作了，告辞。哎，对了，怎么了？这么快就想我了？工资记得发我，不然我找劳动仲裁。有点意思啊，我都没找你要违约金，还肯跟我要工资？啊？什么违约金啊？兼职合同里，公司为大家提供免费房租，但得干满3年。忘了？开车。哎，等一下。说。除了你提的那个条件，其他的事情我都答应。可是我必须去鹏城，那边也签了。鹏城？新公司名字。这样吧，先让你欠着，回头你得做一件让我真正开心的事，我们就拉平。啊，好。哎，你可别想逃啊，是瞪你着呢。拜拜。庄总，您看一下合同。你先坐吧。刚回国，时还没倒回来吧？耽误了太多工作了。你呢？这几天还适应吧？说实话，挺闲的，就等你回来安排了。这个给你，工作软件我给你装好了。公司配了电脑啊？放家里用的。我不是凑过你的生日吗？就当是礼物了。这感觉和高中时我数学及格了送我黄冈试卷一样。你不要，那我拿走了。哎，跟你开玩笑呢。比高考还剩最后几天了，再不告白就来不及了。就说没张口去了啊。不是咳嗽，这点人呢？我昨天看见他写情书了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他不让我看，不过我猜无非就那几个。清华的，兰州的人，还有那谁吗？反正都不在咱们班里，他都瞧不上了别人呢。
原来石英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我是学渣，他是学霸，是我自作多情。小宝，这个呢就只是个礼物，你不要太大压力。就当是公司里同事之间的鞭策。班长，我老是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，跟你说着说着就想到了以前。那有空你跟我说一下你大学之后的事情吧。我好像说过了。你就不想听一听我的吗？想啊，我现在就想听。但现在不行，该工作了。那晚上请你吃饭时再聊。晚上加班陪我吧，12点之后一起吃个夜宵。有加班费吗？那还是算了。待会儿桂思涵会来跟我们谈合作，你也旁听一下吧。合作？桂思涵？你不知道，他不是你室友吗？他没跟我说呀，这是唱哪出啊？小宝。啊？你好，桂小姐，又见面了，请坐。你好，谢谢。思涵，你又在玩什么花样啊？刚好带你朋友公司的珠宝啊，知道你在这，我就来了。那。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啊？惊喜呀，告诉你不就没惊喜了吗？是不是要加工资啦？要不你们谈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你留下来嘛，我现在可是甲方哦。是。你看，你还是回避一下吧。啊，抱歉，嫂，公司规定，那你们好好谈啊。肯定会好好谈的。你晚上要记得请我吃饭啊。好。那我们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哎，小宝，我们谈好了。合同比原来的大很多。啊，恭喜啊！是我该恭喜你才对。哎呀，你早就有谋划了，还拿我当幌子。你怎么知道？对了，我明天有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你今天晚上可以陪我练练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小宝，我们得赶紧出汇报的 PPT 了，今天晚上你得跟我一起加班。嗯。是会很晚吗？嗯，通宵吧。你要是扛不住，我那有睡衣和睡袋。在加班。进。咖啡。谢谢了。快两点了，还在忙啊？两点了，休息一下吧。
样了。怎么了？腰间劳损，老毛病。哎，我有办法治。哎，别动，点胸，收腹，腿打开。这个姿势真能治腰吗？小宝，你不会在戏弄我吧？那我丢了。飞镖叫射，不叫丢。臭流氓，记得用腕部的力量啊。哎，别动，保持这个姿势。要不我手把手的教你。你是不是想从后面抓着我的手一起扔出去啊？两个人紧紧贴着，我被你抱得浑身发软，站都站不稳了。想得美。雨香。我来了。啊，你先坐会儿，我马上过来。好。大哥。哦，对了，小宝，你帮我看看那个手机上的备忘录，明天有没有排班呢？手机在那个桌子上面。哎，对了，你密码多少啊？1234566。你这密码也太不安全了，万一丢了呢？好记嘛。这个密码不能随便告诉别人。我也没告诉别人啊，我只告诉了你。你就不怕我是坏人啊？如果是你的话，我放心的。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改一个吧。都听你的吧。那改什么呢？要不还是改你的生日吧。我的生日是……哎，不不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自己改，我不看。小宝，马克，你怎么来了？宝哥，我上次同学会那事儿是我不对啊，我道歉，我罚一个。这么有诚意的吗？来，一起喝。行。哎，干杯。每天都加班吗？庄婶今天不在啊。她早下班了。庄婶把我拉黑了，你那个帮我转达个歉意吧。你们的事儿我可不掺和。你跟她现在啥关系啊？你俩上下级，她在教我业务。想不到你们这高中的友谊能延续到现在啊。他就没点别的意思啊？啊，你不会在吃我的醋吧？什么话，吃什么醋啊？来干杯。小宝，我
问你个掏心窝子的话，你咋看我呢？人挺好的，值得交往。够意思，再来一瓶。来，要不我们吃点水果吧？啊？你吃哪个？橘子是唯一的水果，还有香蕉和苹果呢。给。接喝。哎呀，差不多了，我明天还得上班呢。我也上班啊，谁怂谁孙子啊。你看这酒都没有了，要不我再点点。嗯，我来。小宝，小宝，你怎么了？发财树怎么死了？啊？你身上怎么那么大酒气啊？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还记得吗？昨晚我记得在喝酒，后来就喝醉了。小宝，这不是小事，发财树是老板专门从风水大师那边请的，他信这个。你好好回忆一下昨天发生的事情吧。啊，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哎，难道是马克？跟我去办公室吧，好好跟我交代清楚，我才能帮你啊。嗯。前台没有监控，但是你跟马克的监控都有。你喝醉之后没有醒，发财树应该是马克弄的。是呀，谢谢你。不过，你喝醉酒这个事情得要交罚款，不然不好交代。啊？需要罚款啊。我也有责任，昨天晚上我加班就好了，这罚款我出一半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出。我必须出一半，到了我这老总就不会再追责了。小宝，你是我的人，而且也是我让你加班才出这个事情的，我会跟你共进退的。1028在哪儿啊？哎呀，我来只是为了告诉他，
以后别再骚扰我了。哎，1028。哎，可算来了，李萨都等不及了。你是谁啊？哎呀，一起玩的了，哎，快进来吧。哎，你别拉我呀。啊，李萨姐，咱们可以开始了啊。哎，你别拉我呀。二饼，碰三条，宝宝，怎么心不在焉的？出来玩就是要好好玩，看你今天一把都没糊过。Lisa，要不你还是叫我小宝吧？我就爱叫你宝宝。有人这么叫过啊？那倒没有，就是觉得别扭。你一整天丧着脸，看着心情才差。哦，不玩了，歇会。宝宝，过来坐下。跟我说说遇到啥烦恼事了。丽萨姐给你揉揉腿。丽萨姐，您吃葡萄。确实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改天再叫你们出来。宝宝，过来。过来点。坐下。好吧。人烦恼的时候啊，就是得去去火。Lisa，违约金我下个月再给你。不是天天加班吗？怎么还没钱还啊？被扣光了。那你今天是来干嘛的？你猜？你猜我猜不猜？你猜我猜，你猜我猜不猜？幼稚，我就喜欢你幼稚的样子，特别可爱。没事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真走啊？那个男人不是外表越稳重，内心越骚动啊？啊？宝宝，爱你哦。Lisa 姐，再见。哎。庄总，咖啡买回来了。小宝，我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公司的大股东。好。Lisa 姐。哎。Lisa。愣着干嘛呢？是。哦。Lisa 姐，你不是真没想到你会是我们公司的大股东。怎么，我看起来不像吗？你们认识啊？我和 Lisa 姐就是这么认识的。 Lisa 姐，原来你上次说自己是老板秘书是在逗我玩啊？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。小宝，你连我都不告诉我啊？不是不是，
我也是刚知道丽萨姐是公司的大股东。我之前还不是，最近才是。最近，丽萨姐，不会是上次我跟你辞完职后，你就……没想到吧？前脚才跟我辞完职，后脚还是得进我的公司给我打工。小宝宝，姐姐的手掌心，你是逃不出的。这谁想得到啊？早知道，还辞什么职啊？这叫什么？才出狼穴，又入虎口啊！什么狼啊虎的？姐姐我还没到那个年纪呢，会不会说话？小宝，你先带Lisa姐去会议室开会吧，跟着旁听学习一下。啊，Lisa姐，那我先去通知其他人了。看来你的女神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关系，好像不太开心啊。你不追上去解释一下吗？误会而已，回头下了班我再跟他解释吧。对了，丽萨姐，既然我折腾来折腾去，到头来还是在给你打工，那之前咱们的合同应该不能算违约吧？怎么，答应我的事想耍赖啊？难道上次打麻将那两个小奶狗没告诉你，得罪我会有什么下场？不敢。那个，我哪能逃得出您的手掌心啊？姐，以后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肯定做到。这还差不多，你自己答应的可得保证做到啊，可别到时候关键时刻有公事，力不从心啊。Lisa 姐，这是我们部门上个季度的工作汇报，你看一下有什么指示。Lisa 姐，工作上的事，你们都比我专业，我就不插手了。只是，我最近听说公司里有人乱传流言，于公影响公司氛围，于私伤害同事间的感情。所以我必须得说几句。小宝呢，从进公司以来，为人勤奋、踏实，工作能力也特别强。我希望公司可以把他作为领导层来培养，而不是对他处处质疑。Lisa 姐，您放心，您的意见我们一定遵从。Lisa 姐，我之前还给您做了杯咖啡。小宝，你再去替我泡一杯吧，你知道我的口味。不好意思啊，丽萨姐，我也不太了解您的口味，要加糖加奶吗？怎么又忘了？不是跟你说过我的事，不管大事小事，都得放心上吗？看来是很久没挨收拾了，是不是想让我换点花样？我错了，下次不会了。好吧。态度还行，今天就先原谅你了，下次可不准再这样了。你们继续说，我听着。小宝，久等了吧？不会。你回家坐地铁不方便，我开车送你吧，正好聊一下你转正的事情。好。走吧。嗨，小宝，带你去个地方。
说吧，这次又要带我去哪里啊？不会又去当苦力吧？哎呀，放心吧，这次啊不是让你去干活的。宝宝，上车。给你挑几身衣服，帮你改造改造。转一下，另一边。这件不够玉，完全不显性感。姐，你是不是有点跑偏了？我穿这个是去上班了，不是上钟的。穿那么性感，谁看呢？当然是给我看，还想给谁看？可是你一年也去不了几次公司啊。那就只有我进公司的时候你才可以穿，不能便宜别人，尤其是那个装饰影。这件太素了，不够有档次。我在公司什么身份呢？穿这么高档次合适吗？他们不得说我是显眼包啊？别人怎么说关我什么事啊？我挑衣服就得按我的眼光。那师傅，刚才那几款各定制一套吧。好的，那我稍后给先生量尺寸。姐，你能不能让我自己选啊？我一个大男人这样多没面子。大不大我哪知道啊。我又没验过货。小宝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在加班呢，是不是又没有吃晚饭啊？忙完就去。你要学会照顾你自己，你看营养又跟不上，每天又加班，你这样会很容易生病的，你知不知道？病了不是正好有理由去找你吗？就你会贫嘴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带的爱心便当。哦，不过你们公司实在太难找了，我迷了好几次路才找到，饭菜有点凉了。没关系，我从小就怕烫，喜欢吃凉的。那你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谢谢。怎么才来呀？你找我啊？先坐吧。公司刚刚通知你被停职了。啊？我也没迟到啊，才点来的，不用这么狠吧？不是迟到，我们公司的标书被泄露了，导致我们竞标失败，领导层要追你的责。为什么要追我责啊？我连标书长什么样都没见过。我们连夜调查数据库，电脑记录显示有人用管理员密码登录盗取了一份标书的电子版。这个管理员密码除了公司领导知道，理论上只有做网络运维的你才知道。理论上是这样，可我真的没干这事儿啊。我当然知道不是你干的，所以你仔细想一想，你有没有把密码告诉其他人，或者你输密码的时候有没有被其他人看到过？我想想啊。干杯。哎，马克，等一下啊，我先发个文件。8 5 2 4 6 6
啊，八五二四，你们公司密码好复杂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马克，肯定是他，他妒忌我跟你的关系，故意陷害我。这就说得通了。这样，下午我去跟他聊一聊，你也一起去吧。聊他干嘛？我现在只想揍他。当然是让他帮你澄清啊，难道你真想帮他背锅啊？这可不是小事儿，往严重的说，是违法的。啊？那还是约吧，我可不想进去踩缝纫机。你放心，小宝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嗯。小宝，你别着急，他马上就到了。嗯。哟，两位老同学久等了啊！怎么忽然想起来请我喝咖啡啊？我都有些受宠若惊了。马克，咱们明白人说明白话，别兜圈子了。公司竞标文件泄露的事情是不是你搞的鬼？除了他还会有谁啊？老同学，饭可以乱吃，你话不能乱讲啊，这泄露商业机密可是违法的。你说这事是我干的，你有证据吗？你拿不出证据的话，我可以告你们诽谤的。你少在这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不就是因为上次被摄影拒绝怀恨在心跑来报复吗？拒绝你是我的事儿，跟小宝没有关系。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？心疼了，我愿意冲着谁是我的事儿，用不着你教我。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，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。说吧，你要怎么样才能帮小宝澄清？有什么条件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一定尽力去做。你的意思是我想怎么样都行了？离石宇远点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满脑子打的什么下流主意。这样跟这种人渣讲道理纯粹是浪费时间，我们走。起开。小宝，其实你刚刚不用那么激动的，可以好好跟他讲的，他也不敢拿我怎么样呀。不行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因为我的事情被别人欺负？大不了被公司开除呗，工作没了还可以再找。那万一事情闹大了，你被抓进去怎么办？哎呀，进去就进去吧，说不定还能认识几个明星狱友。到时候你记得给我送牢饭就行，我怕在里面吃不饱。哎，还有啊，到时候你就别瞪我了，找个好人嫁了吧，不要为我守活寡。你这个时候了还胡说八道，赶紧想办法吧。要不还是去找 Lisa 姐帮忙吧。Lisa 姐，我看她，你想找她帮忙是假，想见她是真吧？你想哪儿去了？ Lisa 姐是公司大股东，只要她出面，这事肯定能摆平。行吧，反正你自己事情你说了算，而且我也没有 Lisa 姐那么大能耐啊。怎么，你吃醋了？我没有。那我不去了。算了，你还是去吧，万一事情真的闹大，你就被抓起来了。你去吧。
事情我已经大致了解了，没有什么话要说吗？那大家都清楚，知道管理员密码的只有管理层和他，领导都是有股权的，谁也不会蠢到去干这种自损八百的事儿。那剩下的只有一种可能了，现在他说这个事儿不是他干的，又拿不出什么证据，谁信啊？我信。你们呢？嗨，Lisa 姐的眼光肯定不会看错人的，既然 Lisa 姐相信她，我们当然也相信她咯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说了嘛，小宝这个人老实可靠，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的。这会儿知道站队了，之前怎么没见你们帮我说话？反正泄密的事我已经让律师上报警方了，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。至于对公司的影响，我已经跟招标方谈过了，他们还有另一个项目已经确定会跟我们合作。大家还有意见吗？既然都没有意见，那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李思姐，刚才的事儿，谢谢你。谢谢这两个字我都听腻了，是不是该得有点实际行动了？友情提醒啊，你之前欠我的都还没还清呢，再这样下去，你卖身给我都还不了了。走，现在就跟我去个好地方，我保证让你又紧张又刺激又快乐。好啊，姐姐我就喜欢刺激的。就这儿，这就是你说的既刺激又快乐的地方啊？对啊。我先问你个问题啊，你以前买东西砍过价吗？砍价？我买东西连价都没问，刷个卡就完了。我就知道。那么接下来紧张刺激的环节就要来了，我来教你跟别人砍价。你没活别硬整啊，砍价有什么好刺激的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里面的门道可多了，不光斗智还要斗勇，最后拼的就是一个谁的心理素质硬。心脏不好的一般不介意玩，容易进医院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我怎么觉得你在忽悠我呢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哎，这样一会儿啊，你自己过去，我在这里等你。你把耳机戴上。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保证让你体验一场酣畅淋漓的砍价大战。好，但你要是敢耍我，晚上看我怎么收拾。美女随便看。随便选一件，问一下多少钱。这件灰的多少钱啊？呀，这是我们家的最新款，你看这花纹，你穿上多有气质。这件400块钱，要不带一件？400块啊？嗯，这可便宜了，我们最近打折呢。400啊，有点贵，能不能算便宜点？400还贵啊，这我家高档货，原价卖800块钱呢。哎，我之前在别家也看到这个款式，你卖的贵多了。那能一样吗？你看我家这做工，你看这走线，那高仿货能比得上吗？真是，也是看你人长得好看，穿着漂亮。哎，我还是觉得有点贵，我考虑考虑吧。你带一件吧。这样吧，美女，你讲个价，给你便宜点，喜欢的话就带走吧。100。
100，卖不卖？100太少了，100不行。我们家这东西高档货，你再加点。我最多加到120，不行就算了。120真不行，我这进货都进不来，再加点。转身，走，不要回头。那算了，我去别家看看。慢点走。3、2、1，站住！来，等等，美女来，你回来。好了，搞定了，可以回头了。怎么了，老板？120就120吧，给你拿着吧。看你穿好看，下次多来，好吧？行，下次一定再来。怎么样，没骗你吧？是不是既紧张又刺激？还真是，刚才你要我控制速度的时候，我紧张的差点连路都不会走了啊！还有，刚才老板要我回头的时候，简直比我打麻将杠上开花还要有成就感。我就说吧，砍价的快乐是你们这些有钱人想象不到的。走。去哪儿？再去下一家。我觉得我刚才发挥的不是很好，要是再去一家，肯定能发挥到极致。啊？这还能上瘾啊？今天算是过足砍价瘾了吧？那我们的协议是不是就算完成了？不算。虽然砍价确实挺过瘾的，但并没有让我觉得真正的快乐，所以我的要求你没有完成，继续努力啊。啊，这也太不公平了吧。快不快乐全是你说了算，只要你不松口，那我就是到100岁也完不成啊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一辈子被我拿捏，不愿意啊？愿意，我可太愿意了。哎，那我再带你去另一个地方。哟，小宝，你带我来这里想干嘛？猜猜我背后藏了什么？一个盒子，刚早看到了。小雨伞。你能不能有点其他想法？情趣用品。还是你自己看吧。什么啊？这什么？这个叫东南西北，你先报个方位，再说折几次，就能知道你的前世是谁。算命啊，想都知道我前世是个大美女。那东吧。6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东6，猪八戒。你才猪八戒，这根本整人的东西嘛，其他一定也不是什么好人。那我来，我选西4次。1、2、3、4，西4，秦始皇。这根本就是你的东西，玩不过，我玩别的。这有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个叫拍画片，我们轮流拍，把画片拍到背面即为胜利。那我
我先了。排山倒海。再来一轮吧。姐，还有这么多，要拍到什么时候去啊？我这辈子打麻将都没赢过，这还是第一次，再来一轮。我把这些画片都送给你吧，你慢慢玩。嗯，你还可以叫上那两只小奶狗一起。干嘛？吃醋了？倒也不是，多人混战更有意思嘛。也是，宝宝，我现在非常开心，算你条件完成了。我现在马上打电话叫他们过来。哎，娜娜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怎么不回家？小宝哥哥，我遇到了点事。什么事儿？说给我听听。没什么。你不说，就是不认我这个哥哥。不是，是我弟弟。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的，你是我男朋友，其实是骗他的，就又来找我闹，还找我要钱，说这次再不给，就去我公司闹，还要去你公司闹。嘿。这个小兔崽子，得想个办法狠狠地治他。娜娜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事儿我来想办法。对不起，小宝哥哥，这次又给你添麻烦了。哎呀，娜娜，咱们是什么关系啊？好了，别再闷闷不乐的了啊，开心点，有我在呢。谢谢小宝哥哥。事情呢，就是这么个事情。这次找你们来啊，就是想让你们帮我出出办法，看看有什么能一次把娜娜弟弟制服帖的，省得他隔三差五来找娜娜麻烦。娜娜这个包子性格确实太可怜了，老是被他弟欺负。这个忙我们得帮。啊，我已经想到一个办法了。得小宝你帮我才行。要一次彻底解决，就要找到他的弱点，对症下药。我也有个办法，不过也需要小宝你帮忙。要我出面对付一个人啊，那办法可多了。帮少娜当然是可以，不过小宝，你是不是得付出点代价？什么代价？知道的。我也想到一个办法，一定会有奇效，但你得陪我。我已经迫不及待去教训他了。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想到办法了呀？好吧，我有一堆办法，不过小宝你要帮帮我。这小子好对付，我找人查过了，他借了好几笔网贷，其中恰巧有两笔就是我名下的。放网贷？想不到你还黑白通吃啊。我的是你想不到的多了，反正我已经让公司派十个人上门催收去了。清一色猛男，这阵容，我把他送走。我们做的是正经网贷，不干暴力催收的事。要是还不上钱，老老实实听话，不为难他。可是，他要是厚着脸皮不听怎么办啊？
过来。我的小宝宝，还是太单纯了。这世上让人听话的办法可多了，所以你之后要是想得罪我，先掂量清楚了。你就是接我十个的，我也不敢得罪你啊。那就好，姐姐我就喜欢乖的听话的。小宝哥哥。哎，娜娜，我弟弟来找我了。啊，他没欺负你吧？没有，他还带了一堆水果来，专门来道歉，还说以前是爸妈做的不好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啊，那就好，算是小宝听话。小宝哥哥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让他变得这么听话？我真的很好奇。这个嘛，我也是靠朋友们帮忙的。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向你朋友表示一下感谢？哎呀，不用这么客气，你也都认识，就是你思涵姐还有小玉姐他们。那我更应该表示感谢了，他们帮了我那么多忙，都没有好好感谢过他们，这次又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不表示一下跪不去。嗯，好吧，既然你坚持，那我去跟他们说。谢谢小宝哥哥。那我拉个群吧。不是男女公寓啊，害我白激动了。哇，小宝哥哥，小宝很爽啊、哦、我终于体会到韦小宝的快乐了。想得美，还想全部都要啊？小心我揍你。那你得有韦小宝的本事才行啊。你还没开始喝就醉了。小宝，来陪我们喝一杯啊。好啊。干杯。
Lisa， 还挺听话的嘛，怎么没有去找其他人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想来你这里。或许我的心里，你和别人不一样吧？怎么个不一样？说来听听。刚开始，我以为你只是想玩玩而已，就是那种有钱人的小把戏。新鲜感一旦消失了，就结束了。可后来我发现，不是。其实，你跟我认识的那些男人也不一样，他们要么对我俯首帖耳，不然就是对我大谈雄心壮志。只有你会向我吐槽烦心事，还会带我去做只有小孩才会做的事。不过也只有小孩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刚好填补了对方的空白。小宝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当然愿意。我们找个时间去民政局吧。在那之前，我有件事想征询你的意见。我的律师要求我签个婚前协议，你怎么想？我先说，不管你怎么想，都不会影响我刚才的决定。新买的椅子到了，那个给你暖好了。嗯，下周有个杰出青年采访，你准备一下。啊，就不能去了吗？怎么三天两头的这么多采访啊？听话。要是你已经答应了，那我肯定配合。那给我背熟了。别丢我的脸啊！放心，我一定一字不差。啊？这才是我的乖宝宝。小宝先生，作为今年杰出青年的代表，能聊一聊您的成功经验吗？关于我的成功经验吗？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找到一个好的伯乐。我能有今天，最感谢的就是我的伯乐 Lisa 女士。在刚进入她公司的时候，我就对她无比仰慕。我跟她说， Lisa 姐，我对公司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把我的办公室安排在离你办公室最近的地方，这样我可以随时向您汇报工作，别的什么都不重要。我就算每天什么都不干，就听您开会，看您说什么做什么，我都觉得是件很幸福的事。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态，才能一路走到今天的位置。感谢你，丽萨姐。小宝先生，小宝先生，哦，那您现在公司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？方便聊一下吗？工作内容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跟丽萨姐汇报工作，听她讲话，陪她开会，帮她缓解疲劳，逗她开心。小宝先生，小宝先生，小宝先生。
you.